大早的送小孩去读书了，太阳刚刚出来，小孩你看太阳公公刚刚起床哦，你也起得好早了是不是？小孩手还瞌睡，还要睡是吗？小孩在上面听歌，听野摩托的。然后太阳好美啊，日出我们这里了吧？你又咳嗽啦！走了。干嘛？我没偷书包。没偷书包啊！哎呀，好了。这听。妙妙。啊？你看。还有哪个？哦，奇奇妙妙啊，宝宝巴士是吗？他的书包那里有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么多小朋友都来了哦，还以为小玉是最早的嘞，是不是？嗯。啊，那我们走快点哦。啊。看你们老师来接你们，走啊走啊。啊。小玉，你们老师来这么早吗？不来。不来啊。那等下你怎么进学校？啊？拜拜，小玉。哎，小玉去上学了，没人跟我玩了，我来跟小灰灰和这弟弟玩一下。那么高兴啊你。看见你的钩机钩得了坑吗？跟我玩一下好不好？小灰灰好高兴的。什么你说什么？哦，你的小铲车是吗？嗯。那灰灰的大钩机，给我钩一下。我说给我钩一下好不好？给我钩一下。给你钩机我玩一下。不给。不给呀、啊？那我玩那个，哦，给这个给我玩啦、啊。我想弟弟的，那给我玩。那我给弟弟玩好不好？我给弟弟玩一下。给我玩啦、啊。嗯，谢谢。真好玩是不是？这里沙子。我不玩了，给弟弟和你玩了。啊？我不玩了，给你们玩了。我玩那个。你玩那个？你玩这个吗？哦，玩的小了，嗯，好的，嗯，玩小的。哦。我帮你玩。石头。哇、哦，这挖的一块金砖，你看。哦。那宝石不要了。三点多钟了，煮点面条给小玉，等下回来就可以吃。因为老是一出校门口就叫爸爸爸爸买东西给他吃，好像很饿的样子。好了，水开了，放面条下去。把这面条搞断去，变成两截，那太长了，不好夹来吃。昨天煮了的放个鸡蛋呢，现在谁咳嗽了全部好完了，就不放鸡蛋先。这里怕自己抠啊，自己抠啊，太干燥了哦。你那个手一样啊，哥们，他们笨啊。啊，爸爸。哎，好搞的。我出来呀、啊。你出来了，往这边啊。你去哪里？回去了。
出去了。往哪条路？那不是往这条路回去吗？上来走。看看我的车车在哪里。在这。嗯，看见了是没？这是我们的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嗯，那背书包起来。我不要背。不背的要搞掉去吧，背起来，要回去了。我要抱着他。你要抱着他。我奖励贴不见了。什么奖励贴？放哪里不见？摔车楼，那摔车楼，喂，那摔车楼哦。是吗？是。搞不见去了。嗯。不见不见，明天再老师再给一个，哦。老师误发了。不发了，明天表现好了又发了。那先回去先。期待家，期待家我。嗯。到家了，吃面条了哦。干嘛？你要吃糖糖啊？不要吃那么多吧，牙齿生虫了吧？哎呦，你放进面条来啊？嗯。那你自己吃面条了吧？咱俩不放那么多天。不能吃那么多了，乖不乖？再放条先啦。你自己咬面条吃，我要看电视。嗯，要吃面条的。我帮你放。手机。来，放得出吗？不吃。没插电。你们不吃面条了，我来帮你放。没插电。插啦。你吃面条，我就帮你放。我要坐车。嗯。还是我坐这吧。好的。站着，站着吃才够高是吗？不吃面条行了。不够。不能吃那么大一块糖，吃面条。快吃。啰嗦。要把面条交来吃完吗？等一下，要吃完面条吧。这才乖啊、哦，自己吃了以后不能要喂了吧。好了，自己吃了吧，听到没有？拜拜了吗？